欢迎您光临黄桃明州，欢迎您来到新民宿新生互动晚宴，我是阿德。首先呢，欢迎您在百忙之中有时间到这里和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活动。那么本次活动呢，是由多伦多华美网络和新民到 C 共同主办的，并由密西沙加华商会、多伦多话剧团、多伦多广州会、中华会共同主办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同时也要感谢泰汇恒投资理财集团、雅加净水和加拿大汇丰银行以及元明 Supermarket、Amazing Optical 等公司的赞助。首先呢，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，到一个新的国家、新的城市，需要很多时间呢去适应周围的环境。那么为了尽快让大家融入本地的生活呢，我们特别喜欢这次活动，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活动呢给您提供一些有用的资讯和信息，为您搭建一个平台，同时能够广交朋友，互通有无，为您在多伦多的生活开展一个新的一页。那么首先呢，请大家呢先看一段录像。巴黎这个大城市是世界十大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，多伦多不但和这些顶级城市齐名，最近还荣升波士顿世界不二之选。简单介绍一下，我在英景的豪城住了三年，对面呢就是Ontario Lake， 很漂亮的，然后前面就是Harbourfront Center，有时间呢您可以到那个周围去看一下，非常美。在晚上的时候呢还有夜市好像在最近还有台湾之夜，对，所以有时间您可以去看一下，而且那个感受一下多伦多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风情吧。接下来呢，我想请大家相互认识一下，我是阿德，来自北京，我们就从这周开始吧，可以吗？请您简单介绍自己从哪里来，以前是在中国做什么的，行吗？我们就从要自己您讲讲从地方来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我是来的之前在多伦多，